我们准备在教师节前啊做一个比较适合宋卫南老师的一个橙色系的一个花束啊。我买了比较多的花材，咱们先看一下啊。这个是文心兰和真甸啊，这个是亚洲百合，这个是那个国王日的玫瑰啊，这个是那个杏色蕾丝多层玫瑰啊，还有那个小丽花，这个是黄色的流花菊啊，这是一种果实类的花材啊，叫沙棘。好，我们用这些花哈做一个花束，试试看好不好看啊，橙色系的。好，咱们来做啊。
抱一下啊。当背景我觉得感觉还不错啊，能把这个成色很好的衬出来。色系的一个花束啊，比较适合秋天啊，送给南老师也完全没有问题啊。